第一个是鸦雀无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二十集，我是你的主人 Rich。 我们今天会说说鸟的成语。第一个是鸦雀无声，意思是没有声音。是的，和声音鹉不最安静的音鹉。这个成语不包括和声音鹉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。比如说，我离 Stanley 很近的时候，不准说下个成语。第二个是一石二鸟，我不需要解释，我知道你了解为什么 Stanley 讨厌这个成语。最后，鹤立鸡群，这是 Stanley 最喜欢的。当然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人们肯定对他的印象很好。谢谢你看我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，就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见。